辅导建立穷教平台，屏东县慢慢向公所十四同屏东县政府穷教中心结合，开设子女平台会议，被特别结合各地界重新计划，希望扶持在地界协会来做教辅产业。之前有看过一个展示，写说两夫妻的未来。这家家乡的种皮，这家照顾，为初多本是能够种皮做得到照顾。我们向公所同屏东县长期政府管理中心结合，而开设创造资源的平台，透过平台来签出韩国多需要照顾的种皮。佮伊讲讲，哎，我哋遐每晚有几多老人家，唔得爱出来，我哋使用我哋的长期照顾。啊，搿种安尼时节，我哋变啊，为累会过多长辈，变啊有需要提升伊啊个生活品质的部分，望我哋无法度做到。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可以回到我们乡下、我们地方来经营这一块？为促促进后生人口投入创造产业，本留阿提家乡嘅后生诶，有一份稳定嘅工作事业。我们向公所特别结合各地创新计划，希望扶持在地协会投入照顾产业。这个也是一个，我们不能说商机啦，而是说可以让我们年轻人来为社会、为故乡、为我们自己的经济上面来进步的一个领域。今个年底跟目前啊，一个我来判那些东西啊，吼，稳达啦，一个结果啊，吼，结果还没清给按过也目前啊，整体的问题也出过有问题啊，设备给都出过有问题啊。我们向公所十四号提拜首席的向内十六个社区发展协会，还有全乡的各级公务人员，加上学校、警政同卫生单位，就连公庙同教会也得宗教组织也提拜纳入参与。社区发展协会认为，地方创造的现况是无钱、无人、无资源，但是有平台也艰难推动创造的作业。我们向公所表示，会后将会进行总批的人口普查，各单位。为用社区媒体建构群组，提供及时性的协助，再由县政府创造中心辅导地方创新，成立日照中心，还有居家服务中心，提供装备设置的创造服务。下届新闻，潘神旺频道报道。